看它，然后对焦一下，把这只小蟑螂拍下来。哎，很好哦。有啊。拍到。看得到它吗？拍到螳螂吗？有哇！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拍的作品是怎么样哈。你没看到？拍照，把这只螳螂拍下来。我要坐起来看。小心哦！没啊。有啦，你看一下，它在叶子下面倒挂着。看可不可以把它拍下来哈？可是我觉得这个桌子好像会摇晃。是什么？你看，你看这只是什么东西？蜜蜂。哦，蜜蜂哦，刚刚我们一起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是觉得拍照好玩吗？好玩。嗯，很棒哈、哦！下次我们还可以继续去野外探索更有趣的生态摄影哦。开始，我们来拍拍看。水中的生物，看看要怎么对焦会比较好。